准备好了吗？北京三区紫禁之巅，今天68天了，开飞升了，然后还有十几分钟开等级。我们先把昨天乌鸡水路简化的再鉴定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碎星。几个大？现在还不能升级啊，还得等10来分钟。碎星，哎，画魂，我好像看到一个画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碎星，葫芦宝贝，哇，可以，这个衣服比我研磨神好。紧箍咒，拉了。兔子怪，拉闸，拉闸，这个是体质套啊，拉闸。羊头怪，拉了。勾魂，拉了。地烈火，拉了，全拉了。变身，哇，白板。修罗傀儡鬼，哇，这个腰带还行啊。然后细心的水友可能也看到了啊，左上角、右上角有个300环啊，5个号的300环已经跑好了。一会儿看看有没有铠甲项链书，看一下这两天的伤害服，就昨天啊，昨天维护到现在，可以吧？哇，吴刚这里突然一下子多了好多人，还有几分钟升级啊，升级了，我们先升135就行了啊，不用升131、132、134、135。第二个，哎，我们升到135，先把300环给他开了，给个铠甲项链，金石制造指南书，铠甲项链，双短剑130，拉闸，2号，铠甲项链，铁一个130，3号，铠甲项链又是一个铁130，4号，有点拉呀。又是一个铁130，5号来个金石吧，我不求铠甲项链。哇，4个铁，没事啊，还有一个宠环，100环186分，给的是100以上的了啊。这个宠环是一直卡着的，修炼果加铁100的铁啊，还行，能接受。OK， 开始跑飞升任务。东海龙王跟我要个胭脂，胭脂有点难找，我们直接来搞个90的微鉴定吧。哎，直接给他鉴定了，躺个成就。哇，这武器没什么用啊，交了吧。大大王，不要跟我要高级防御就行了，不要跟我要高级防御。哇靠！长寿啊，兄弟们，178一本呐，还没开始抓大力，一只大力就已经进去了，难受。我们小群里面你看有个人要了高防御，也是要高防御，然后这个呢是要的吸收啊，然后轮到我了，11点15分我要高防御了。我们就4个人吧，4个人2本高防御，1本招架，难受。好了，飞升任务我们也是跑完了，直接飞掉，飞掉之后然后再升级，能升多少级算多少级啊，升到能升到125吗？升不到125，我们要是先升到135，要抓龙龟，来给水友压2个武器，就去抓大力了。OK， 2把打好，有点惊呆了，兄弟们，140的压成100的，嗯，全网第一人吧，140的数铁给他压成100的，20块全50，是不是熟练度够了？150的也能压成100的。有点酷啊，把 C66 带身上啊，抓到大力我们就洗。然后大瓶子要不要带一下？大瓶子我记得我有一个，大瓶子2个，带一下带一下啊。来到这里，守门金刚肯定得打点一下，444万游戏币对吧？安排，给我来10个大力，今天我要。抓10个，里面啊，里面还有2个，一定要全部给他，不能说不给啊，打点还是要打点的。走，开整。第一场没有啊，刚刚飞升宝宝不是会降等级吗？我就把宝宝存仓库了，宝宝也没拿。已经6个小时了，给了个泡泡祈福石，还是没抓到啊。给了2个环，2个炼药石。4个环，6个环，好难抓呀！终于来宝宝了，水友们，阿雄都不好意思了。第一只宝宝啊，雾中仙宝宝一只，我们给他抓过来。雾中仙
攻速是挺快的，可以三技能，这个不错。第二只雾中仙宝宝抓到几个大力了？零个了。你呢？属于又是一个接一个的大力来，阿熊就是不来，难受。大熊抓到让我难受的了吗？没呢，零个。哎呦，这小子笑到我了。我说零个，他说俺也一样。我画面感都有了，俺也一样。刚刚不是抓了这个三技能的雾中仙吗？我找了个四技能的日游神跟他合一下。其实多技能雾中仙在老区是很贵的，拉了。哇，这小子就有点过分了，四个了。啊，他是假的哟。第三只宝宝雾中仙宝宝，我其实挺想合一个多技能雾中仙。他们是说雾中仙进阶了之后攻速快，跟老鼠一样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个说法？三炮抓到了，一个技能，四个，没用啊，这种就没用了。今天的第五只宝宝雾中仙宝宝，来个三技能，没用啊。可以自己遇到高明一只啊，我们来切一下。哇，大力来了，我把它挡住，截个图啊。但是这样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高密啊，不像啊。可以了，我也遇到大力了，你看这个图截的讲究吧，兄弟们，挡住了给他。不错不错啊，机器人你这叫看看有没有得什么，给了个卡片，拉拉二号没有，三号 C66 一枚，五号月亮十一个，可以，这个高密挺质量啊。抓了一只雾中仙宝宝，没用啊，一个技能就不要了。要升129啊，现在已经128，马上129了。今天天下十军给他刷文就差不多129，可以，这回可以升级了，直接129，全魔加点啊，还差7000万经验，我们能升135。明天啊，明天才能升，今天升不了。技能已经研究到106了，我们回来点一下。我看点完了之后，135级是有1144的活，我要卡138，138的话，这个号135，哎，我有个号135的呀，四号135，我们算一下啊。升到138的话，还能升3级，351-15，这里能加15，哇，还得点好几级。现在是12:30啊。已经10个小时了啊，雾中仙宝宝又一只抓到了啊，一号抓宝宝还是厉害的，但是没用啊，抓到好的资质那种我们就用来合。凌晨2:30，大熊老师和我一样一个没出吗？是的，哈哈，我们一样没，我蓬莱转完大力啥也没出，你要抓你就在一个地方抓，你不要蓬莱跑一会儿，大力跑一会儿啊，那种容易什么都没有。2:30了，再抓一会儿，抓到3点吧，抓不到就算了啊，也不要强求，不熬夜嘛，对吧，明天早上起来再抓就是了，是不是兄弟们？不想玩了，我们把给的这些微鉴定给它鉴定一下，下机了。拢共看一下给了多少个微鉴定，一号3个，6个，9个，12个，14个，16个，18个，给了18个微鉴定，这个有点多啊，微鉴定有点多。明天要整理一下这些东西了，太乱麻七糟的，有好多。细心的水友应该看到了，右上角阿雄又接了环了啊，但是明天不跑环，得把等级升到135了才跑环啊。有狼子儿啊，拉了。珍宝这个直接给系统吧，没啥用。戒指鉴定。出个狼字就行了，要求不高。成就，成就，拉拉拉，必中没什么用。这种70的出简易也行的，其实244伤害，308命中也可以。拉拉拉拉，行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给阿雄点了个赞，明天不见不散。这个没用。这个也没用，拜拜。